大家好，我是顾彪胖子啊。今天收到一个之前一直给我寄东西的一个老人，又给我寄了一批东西啊，是内蒙古那边的啊。他东西的话加的比较多，反正呢我给他包来回邮费，完了呢就是看看有真的呢就给他挑出来收了，假的呢到时候就给他退回去。反正也合作了几次吧，也没花几个钱，每次都给我寄一堆啊。我们看看他这次寄的东西怎么样啊？上几次的话基本上都假的，本来想帮他把工艺品卖掉的，但是呢就后来就是还是没有卖啊。之前也帮他卖了一批工艺品，卖了几百块钱嘛，400多好像，就是直接从华夏拍卖工艺品啊。然后呢他又寄了一些过来，有一部分应该是我上次寄给他，他跟我说好像是有一部分是最近新的啊。我们一起看看，我估计我上次寄给他他可能都没有打开，这一盒可能就是上次寄给他的，这上面的应该是新的，那打开看一下啊。哇，看看他这个应该这个是不是我上次寄给他，他估计连盒子都没打开，也很正常啊，因为确实没啥意思啊，看有没有什么意义。哦，好像也不是上次寄给他，因为我不会去放泡沫这些包装的。我看他是不是给我寄了一个什么有趣的东西。其实吧，跟这样的老人打交道也蛮有意思的，就是因为经常能见到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嘛。我们看看他写了什么，他有什么要卖的话。我也可以帮他处理一下，同源22个，从送钱7个，同源22、26个，20几个啊，来一起看看这些同源具体是些什么东西啊。后来我感觉他上次寄给我同源基本都是假的，有些也没什么用处。看看这次的东西是不是没什么问题，这个是比较关键的，首先要没问题。嗯，这个看着好像还行。嗯，20文，中华民国8年，这个也是一个20文呢，好像还有点偏打的感觉。这个的话我也不太懂同源的真假问题啊，我还得拿老棚呢我才能看明白。这好像什么2枚啊，这是10文的，这也不是很值钱啊，这应该我感觉没什么假的可能性，那跟我看到那些应该是差不多都真的。反正这些的话倒是能收的话就给他收一下。嗯，但这东西也不值钱，再问一下吧，值多少钱。这是几个送钱，我觉得这个都就明显是假的啊，这是第三货。嗯，这个应该也是第三货。这个铜好奇怪。嗯，它也是第三货。嗯，这个原釉原封，原封好像没啥问题，这个原封应该也没啥问题。这口还蛮犀利的，背有个飞碟背，窗口有清理的痕迹。但是没有精修，只有清理痕迹。嗯，道具是什么能评个宝翠的？目前这是一个西宁啊。嗯，这西宁应该也没问题。行，这但是这个贝利应该是不对的。嗯。嗯，声音太尖锐了。这几个原封是没问题的，但这个不值钱啊。啊，看看这一堆啊，看看这一堆有没有东西是不是有问题。看这一堆，这个应该是不对的吧，感觉这个跟我看过的同源完全不一样了。这个字都全部凸出来了，这肯定是不对的。这批同源应该都是不对的。同源正常不是长这个样子的啊。这不对的。
这一堆肯定不对，这一堆肯定是不对的。嗯，这一堆，这一堆也是不对的，这一堆也是不对的，都是用的游戏币的那种做工来做的，这一堆肯定也是不对的。嗯，这一堆也都应该是不对的啊，这就不看了，这一堆都也是不对的。看看它这里面是什么东西啊？嗯，我记了一堆。啊，你看，没有发现它这里，这里肯定都是对的，都不对啊。看看它这里面都有些啥？这是些什么东西啊？这肯定是不对的。大观泽应该是不对的，宣和元宝这个没有必要造假，这个正和也没必要造假，传世的正和，大观泽师，这个大观应该也是不对的，嗯，字太软了。我们看到那种犀利的感觉啊，不像。嗯，仿的还是福大版，应该是不像啊。那丛林重宝应该没啥问题，但是不值钱呢。嗯，再看看这一堆里面是什么啊？这个里面是什么东西？哎呀，看一下啊，我觉得还行的话，倒是可以找人看看。有些都不对的时候，没必要找人看看。哦，它还是一堆刀币，这肯定是不大对的了，刀币。形制都不对，这明道的形制都不对啊。这也不对的，这个是太假了啊，这个明道的形制都不对，而且这种绣都是假绣。连提防都算不上啊，这个八十八文我就不好说了，这个八十八文不好说，倒是去打，倒是去让人看一下好了。这八十八文还真的不好说。还有太和的仿品啊。这个一看就是假的，太和重宝是梯背的，它这个是没有梯背。嗯，字口的话好像还有点意思。嗯，也没有太和那种字口的深峻的感觉啊。应该是不对的啊。我感觉应该还是不对的。就这个八十八文可能还有点机会，对，嗯，可能对的可能性也不是特别大。前面那个感觉还可以，这个感觉还行，这个八十八文感觉还行，好像这个感觉就差了一点。这个我感觉可以去给人看，那两个都不对，那个仿的都不太行。这个太和的仿品的话，应该也可以去拍一下，要拍个几百块钱吧，拍个两三百块钱还挺好拍的。太和重宝的仿品，还有这个啊，这些东西。
他这里面对的应该是这几个钱是对的，这几个奥数文我感觉可能应该是对的，但是品相太弱了。嗯，这几个奥数文应该是对的。这个十文应该是对的。但它没什么用啊。这几个应该是对的。嗯，但是没什么用，不值钱啊。然后这些应该都是不对的。贝利，这些都有点夸张了。这个戒也应该也是不对的，用这个侧面一看。它就有那种假币的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特征啊，字非常的软，应该是不对的。剩下来这些对也没有什么意义，嗯，就这一枚有可能是个母钱，可能可以去博个母钱，啊，一个是有飞碟背。第二个是这个窗口不错，啊，有可能可以去博个母钱，别的没有啥。这一堆其他应该都没有什么机会。然后对的东西就这点啊，就这个应该丛林中宝是对的，还有就是这个文正和的一个属坑的一个正和应该是没啥问题，因为这个东西不值得造假。嗯，这书法的感觉很好，很舒服。嗯，这些都应该是不对的，戏灵少戏。听听声音。确定，这个给他去打个盒子吧，我这个我也不确定，感觉这个好像消音做的也不错，反正大家觉得这个对不对？贝利，嗯，哦，今天这个视频到这里，谢谢大家观看，拜拜。